小表，你给我出来出来！怎么呢，小梅子，大清早的，吵吵闹闹的。你看看你给我建的仙人掌房子，是人住的吗？你不仅生存能力差，你的建筑水平也太差了吧？啥？说我的生存水平差？我都在极限玩了600多天了，还有？什么什么？有本事你跟我一起玩生存啊！我会亲自告诉你什么叫做生存大神、建筑大师。嘿，好大的口气！正好我准备玩一个富人生存，我就看看你这个臭梅子的生存水平怎样。等等，这就是富人生存的地图。小梅子，我倒想看看你的生存水平能怎样。啥？这就是富人生存啊？哪里富人？这个嘛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一定有很多藏宝的地方，且危险重重。我跟你说，你还是小心点。哼，我小梅子天不怕地不怕，我这就去寻宝。喂喂喂，这小梅子一看就是菜鸟级别的生存玩家，第一天就去冒险。不过啊，说好的富人生存怎么到处都是空旷旷的，一只动物也看不见了，一定有古怪，我得小心点。作为生存的高手玩家，自然懂得生存第一法则，想要富仙鲁树，小拳拳吹起来，敲啊敲，有了木头就可以制造木质工具。咦，怎么这树还会掉蟹棒呢？砍树还送食物吗？哎，不对呀，这蟹棒有毒啊。哇，是钻石，是钻石啊，好疼好疼啊。什么？小梅子真的发现宝藏？不过为什么会发出惨叫声？快去瞧瞧。别追我，别追我，我不要钻石了。哇，好大的一个钻石啊，这臭梅子肯定不让我碰的，我还是躲得远远的。笨小梗，快过来帮我。哎呀，我狗带的。可恶的笨小梗，你怎么还在看戏啊？我还不是怕你说我抢你的钻石，我才袖手旁观的嘛。哼，我小梅子算这种人吗？你跟我过来，我发现了钻石怪的宝藏处。我打我打，我要钻石，我要钻石。喂喂喂，臭梅子，你别冲动啊，你一只都打不过，你还想打一群啊？哎呀，好疼好疼，笨小梗，你快来帮忙。这臭梅子真是，哎，气死我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。我打我打，哎呦，好疼啊。臭梅子，你能不能成熟稳重一点啊？你一直都打不过，你还想打一群啊？你以为你真是叶问呢？呵呵，我全身都好疼，我错了。那小梗，你有办法吗？哼，你真是生存大神吗？这明明就是钻石怪物，先做武器出来再打。哎，怎么装备里有个网？呀，是乞丐网，这是富人的武器吗？哦，我懂了，发家致富全靠乞丐网。给臭梅子也做一个吧，来，给你。什么乞丐网？你当我是乞丐啊，笨小梗？喂喂，你看清楚，这是武器啊！走，快跟我去收拾钻石吧。我打，我打，你看看是不是伤害高了很多？一次可以打两只耶！钻石快到我碗里来。啊？什么？怎么掉出来的东西是便便啊？钻石呢？我的钻石呢？天黑了，笨小梗，这是什么富人地图啊？出生一点东西都没有，钻石怪掉便便，周围一只动物都没有，你看我啊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根本就是穷人生存，我们该怎么生存下去啊？